片头语音档的录制，那点左下角开始钮，圆圆的开始钮，在控制台里面你要先进行设定。那控制台你们家的电脑理论上应该是一类别分，这样不好找，建议你点这个箭头改成大图示。这时候再去找声音，声音的地方啊，当然你要接什么麦克风，接有麦克风的话有接就会这样。那内容这边改一下，这边要提醒大家等级的地方麦克风先调到100%，然后再增量，这样录出来的声音才不会太小。第一个你要先设定。那第二个请谁来做？也许你应该装个免费软体叫 Audacity 啊，Audacity 啊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要使用什么录音机啦。在附属应用程式里面有录音程式，你加啊，那点了就开始录音了，现在还没开始讲话。那如果有看到这个声音高高低低，表示是在录制的状态，所以待会我点的时候呢，就会开始录。